第五关，哇！한낱 인간 따위 죽음에 저항할 수 없다 哎，暴风雪，注意哦。刘平，嗯，洗牌，好像，好，再来个吸血鬼。干冷却好了，幻象 LV。黑光鳞片，镰刀哎，这里在用镰刀吗？我还先选你的镰刀。好不好？等一下还有吸血鬼。没有。我强熬了，很久没有选我强。用我们去。补血，我枪，这怎么没有放我枪？不是选了会马上放技能吗？怎么没有放？通常我们升级应该选技能。选的都会马上释放那个技能，单单的我强的我没有直接放出来。哎，暴风雪，好幻象好了，我笑，后面经过的怪物有没有被烧死啊？会被烧死？哎呦哎！哎，枪！大条的我枪，哇！被夹被夹被夹！
我要去试补血的。补血335。好，我想要 make 死哦。佛利特的墙来了，1分半，1分钟，5分钟就有我墙，就有 Max 了。还有自身范围，然后再加一个火墙，基本上就是有一个阵列术，火焰阵列术的强化版，火焰阵列术。不过它会烧一阵子，是不是？还是会烧一下的。是蛮快的，欸，他有2条火墙，2条是不是？来暴风雪，哎，暴风雪，我还是能打画面啊，按迷蒙超亮。不过比上一次的版本还好，上一次的版本是整个是黑麻麻的，整个画面都是黑色的，它的火焰烧起来就变黑色了。怪大叔，安安啊，叫我按订阅，来 boss 来了，按一下订阅哦。有望得按按，有望也按一下。这 boss 火墙不知道能不能打 boss 哎，感觉伤害很强。而且 boss 还跟在我们后面走，应该一下子都死了。会不会2分钟之内把 boss 干掉呢？我要被干掉了，我血量剩超少了。这个也是会把这个小兵挡住啊。哎 ，BOSS 死了是不是？对哦，1分半就把 BOSS 干掉了。对，这一招对打 BOSS 来讲也是蛮强的。还金块，画面很乱啊，真的。不过它的优化已经蛮不错了。来绝品，暴风雪。然后没有灵刀，我想要灵刀哎，然后吸血，别死就好了，钻石神下来，这个片子广告又打起来了，来烧毁。一个红色跟紫色的一个结合体，
粉红大作战。火焰魔法师。哎，降冷却。能不能在倒数三十秒之前把 BOSS 干掉呢？应该是有机会的。来 ，BOSS 还有二十秒。同学，哎，是的，是的，也有有哎，三十秒之前就把它干掉了。火墙伤害好高哦！补血血又满了。哎呀，自信。还要动吗？不用动了吧。人，不得，不过两只 boss 都退掉，看啊。